四跑 S 牌爱鬼鬼犹太的前锋到底还能不能行，这把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这把质量非常高啊，那么大家的话注意看细节。然后现在前锋这个版本的话，说实话啊，容错率很低啊，因为我没有 OB 又要救人，所以说完全整个压力的话是非常非常大。你怎么往这里走啊？我操，你怎么往这里走啊？啊？哎，你附在我身上的吗？我操，我不就你附在调酒师身上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一杀杀调酒师调，不是我一个附调酒师上，我靠，闪现开我刀，没想到。那第二挂挂地下室有酒啊，卡半旧吧。有点远，另外有小可爱想跟鼠标厉害的话，也可以开下的课程，里面有全人类的一个细致教学哦。摆着在这儿，直接往墓地拉，节奏回来了。还找我，找不到人可能是。哈哈哈！小女孩，那波撞就是故意撞的，压制就是故意这么撞的，还好没出，还好没那啥，闪现了！我操！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说，闪现了！我操，还行。没急眼，我要急眼了。这开门战有可能有急眼，就赌他换挂，撞他一下之后啊，就是能搏到最好，搏不到的话，我们死在地下室换挂一下，压力再给到我身上。他看他能不能救下来，可能真卖掉了，哥投降了，我去，心态直接崩了，这波被秀的直接烂掉，我去 ，S 白鬼，我去。